今年的这条鱼交给我了，给你们做个清蒸鲈鱼。好，这是都是你爸做的，今天你录一手。嗯。
哎呀妈，肉都烤好了。饮料整起来，看这个泡乳猪，看你这数值怎么样，好会剩啊。这鲈鱼要鲜嫩，来宝贝吃点鲈鱼，年年有余，来块鱼走。你会不会拌？要不要我给你拌？自己拌。好了，快点分开。好，这个都看着很有食欲。嗯，就是。放下，放下的。哦，给，好。嗯，来，整个猪大腿。嗯，这也看着太爽了。嗯。嗯，给。好吃。嗯。这脆皮肉猪，这肉猪烤的真是香，鲜条，对，外焦里嫩，这肉烤的好，满口香。来一块鱼吧，嫩得很啊，这都小碗。哎，来条猪腿，看一下，抱着一个猪腿吃是个啥感觉？这回我们放烟花是吧？可以呀。嫩得好，能吃得下哦。你这火候抓我的好了，好哥。这烤乳猪真香，明年还得吃这个。就是嫩得好、哦。还是家里的饭吃着好。这个鲈鱼还是吃起来比较嫩，都好吃。吃虾吧，来，爷给你给一个大虾。荤素搭配，营养丰富呀。是哥哥。再来一块猪排骨，哎呀，猪排骨最入味了。我也来个猪排。嗯，这排骨入味的很。这一整扇排骨吃完还不够你塞牙缝呢。哎呦，我们一家人咋把半个猪吃了？哦，这猪好吃。这个猪的猪排吃起来就是嫩哦。我把一个排骨吃掉了。爸，你吃的那是猪脊骨吗？这猪子不吃这肉鲜得很，我送他吃个猪尾巴。哎呀，我还想来一块，这个太呛了。现在就不吃了。哎呀，再来一块。哇，我们的小宝贝健康成长。哎，这大虾，这孙子掰个虾，已经
今天做的这个香辣虾味道不错。这是夸奖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这个鸡肘。快煮饺。